将红龙果切开，充满水分的感觉，吃起来一定是真甜真好吃。这嘛是农民用心照顾管理的成果。这嘛，你先来。哦，真鲜真鲜，好吃不？好好吃，甜，你吃足甜的呢。虽然今年南投县内各地红龙果山区，第三月底陆续拢有传出因为霜害受损严重，不过伫竹山只有受到淡薄仔影响。现在这红龙果嘛已经熟啊，农民是赶紧采收，要准备销往果菜市场。虽然县内红龙果受到霜害影响，即季的产量是大大减少，不过嘛因为全台各地种红龙果的人是愈来愈多，所以现在的计数是比去年同一个时间也搁较差。今年的计数比去年较歹，因为种的人多，啊，佮伊一水一水的产量不一定，啊，所以今年的产量，阮这算第二水的，第二水的产量比去年的第二水的加真多，所以价格产量多，价格所以就会低。即个有红有水有大粒无？在竞争愈来愈大的社会当中，果园的管理是相当重要。农民表示，只要做好管理，提升家己的品质，所以竹山出产的红龙果，市面上也可以当保持真稳定的销路。但是我们这个火龙果呢，我们种下去是属于长期的作物，我们种下去差不多要采收十年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种哈、这长还有土地一定要顾好。所以我很少用化学肥料。我大部分都用黄豆粉有机的东西下去，这样子它的品质才会好，甜度会高。农民最后表示，虽然计数是比去年也搁较差，不过伫施肥以及收割的工作是做了相当用心，所以现在伫果菜市场平均也可以当维持伫每公斤60多块的计数。记者蔡凯彩虹报道。